哎，老师发觉到你还没有报名哦。这个六个小时的课程呢，已经帮助了很多企业家，还有帮助了很多想要做企业家的人。我希望呢，这个六个小时呢，可以改变很多很多马来西亚人的生命，包括你的生命。以下这个 video 呢，是老师其中一个学生上了课程，他们的成绩。如果来讲你们还没有报名的话，以下这边有一个 link，click 进去里面。报名，到时六个小时的时候再见。我是 Desmond Lim， 我是 Attack Fashion Hall 的创办人。我们创业在1988年，很有兴趣的对服装业的发展，就去拜师学徒。机缘巧合碰到我的一个好同学，投了一些小资，本来试试做生意，就这样在1988年我们开始了。创业真的不容易，整个概念都是空的，就是走一步算一步。过了3-5年，我的屋主又告诉我说，我要移民了，这间店有你是发出来我卖给你啊，要不然就看对方要不要租你。没得选择的情况下，也又跟他买了下来，这间店铺就做到今天，现在还仍然在的 Attack Fashion House Batu Pahat。 我叫 Billy， 我是在 Attack Fashion House 担任营销的部门。我早期刚毕业回来的时候，我是在外面工作了一阵子。我发现到我爸爸的这个公司缺少了一些东西，所以那时候思考了一阵子，就决定回来帮忙，负责营销这一方面。我叫 Willie Lim， 然后我是在 Tech Fashion House 担任技术部门的职位。刚入行，因为毕竟没有经验，你会一直担心，就怕东西做不好，日也想，夜也想，哎，这衣服顾客穿上去到底好不好看？在做好之前，你一定要把它就给 planning 好，做到完美，你才交到顾客手上了。啊，这是最大的恐惧哦。JB， 我们从2016年尾开始步入这一家第一家分店，都已经3年了，会比较压力哦，都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哦。不像以前在老店，就是有发的在身边。有问题哎，找第一前不是想先解决先，是找发的解决。本来到这边就没有了，遇到问题就要自己动脑筋，自己想办法把它解决掉。你当一个头，你毕竟什么东西你都要去经历，彻底的完善的了解企业的痛。在很偶然认识到 Adam Wee， 听说有一个老师出来讲 property 哦，就去了他的DMS。主要他讲的东西很有 point， 很落地，不会给你捉摸不定方向。他讲的很多很多人的痛点讲得很对，把市面上想不到的不能解的问题他帮你解了。其实他那个时候他上了回来过后，就我们就已经安排我们去上老师的课。我们之前其实有在 online 看过老师了，一开始会觉得他很屌啊But after 我们上了他的课过后啦，他很 real 啦，很用心的在教导你，跟他的网络 comments 完全是两回事啦。然后也很庆幸自己在这个年纪就可以学到这么深奥的知识了，因为你做这一行你也遇到很多顾客嘛，其实很多人的思想思维还是比较保守的，跟他们说不低，不要啦，要供30年，好好赚钱存起来好了。可是我今年27岁，我已经知道应该这样子做。生意方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啊，像一些老师说的 10X 啊跟 KPI 啊，这些我觉得是你公司要做大必须一定要有系统啊。所以我们上了 Adrian Wee 老师的课，我相信 KPI 和 10X 我觉得对我帮助最大了。老师所教的每一样题目是你有没有去启动，你一启动每一个项目都好，一定会得到。那我也是有激励我的员工，哎，我读回来了，你要跟我多翻一些旧的资料，我们的资源他们传的好不好，是怎么样的情况，或者你要传达给他有很多新布料到，那这些也是从 Adam Wee 的课程当中启发的，叫他们去启动。用到最爽的、Referral 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 marketing 来的，它比你在 online 打广告我觉得还要更有效。然后你可能用一点套路让他去帮你 refer， 给他一些福利，他帮你 share 出去，那个人数是无法想象的，而且是免费的，你网络打广告还要还要还费用，所以 refer 是不用的。
而且它的爆发力是很恐怖的。我们compare with去年啊，增长了50%有。所以我觉得现在毕竟你在这么年轻就知道了这些，有了这些知识，你就应该去投资，像上 Agent V 老师的课，他教你怎么买 property， 而不是死命的干，死命的存钱。你毕竟自己已经经验过了嘛，也看到过，然后加上自己的 father 啊也是有买，所以我们也看到，已经看到那个效果在哪里啊。杠杆负债负的越多，他翻的几率越高越多嘛。我觉得还没去上老师的课的，不要被网络的负面攻击影响啊。我觉得不要去用眼睛了解一个人，你真的要了解你自己，去亲自上他的课了解，那个钱肯定会回来，前提是说你要拿来用，而且会回来好几倍。其实你买 property 就是你在搞第二个生意啊，你永远也没有白做的，你要知道他那笔钱可以 refi 那个借回来的，再补助你的生意再搞大，这就已经很足够告诉你人生是怎么过的。其实人生哪里负担，而且 inflation 产业是一直翻倍的，是一个很大的意义，所以说产业是必备，一定要跟着生意一起混下去的。我很希望还没加入 Aaron Wee 课程的可以尽快来加入，因为毕竟呢，我们的认可他是一个很真很真的一个老师，这个课程是很值得去上的。今天用钱买得到智慧，今天也有这么真的老师说出一些管道，让你们能够去得到你们的梦想，所以已经是梦想，已经是真的，这非常感谢老师。